一片国旗海在全场飘扬，这场高雄凤山挺韩万人造势，振奋全台蓝营选举气势。根据最新民调显示，韩国瑜从八月宣布参选，原本还是略微落后，但十月起声势就一路看涨，大涨12个百分点，超越原本信心在握的陈其迈，首度领先10%以上。韩国瑜以43.1%的支持度大胜陈其迈的32.3%。所以说啊，花笑了，他的脸是被灌爆的58万的留言，可见呢台湾人对这件事情哦非常的反感。任何的民调我们都表示尊重，但是竞争力论坛的民调对我们来讲其实完全没有参考的价值。 不管白的黑的，就是往韩国瑜身上抹。陈其迈的不给力，加上绿营队友神助攻，民进党高雄选情一路拉警报。 一听到又是韩国瑜，球已经这次头也不回，就怕讲再多，高雄选战民调差距也越差越多。记者张道勇、重越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